大盘的拉回果然出现预告中的杯柄了，注意听了哈，下礼拜一任何一天起，大盘只要涨超过三十六点，就可以确认右肩。那另外，我今天节目要跟各位分享哈，主身段的样貌，主身段的模型，唯有主身段，它才是散户的康庄大道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承接的节目哈。今天我的侧标哈讲得很清楚，来哈、啊，呃，待表会跟各位说明三十六点，三十六点，好不好？三十六点下礼拜一起，只要比今天收盘价涨超过三十六点，它可以完成右肩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，所以今天跌呃九十八点不不需要担心，它是个机会，它是个机会，再一次哈，它是一个很棒的机会。 我今天节目会做非常强而有力的说明，好，请你务必要认真听哦。好，另外呢，有太多粉丝问江江哈，江江老师啊，什么是主身段？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好不好？什么是主身段的样貌？什么是主身段的模型啊？所谓的模型说它可以复制啊，它可以复刻、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我认为主身段才是我可以帮助散户的康庄大道。来，姚头爸，你自己看哦。 出生段走完回撤长均线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的涨势，请问你哦，它是不是主升段？你可不可以认同？出生段涨完回撤长均线做洗盘，好做回撤，下一段的涨势，那请问你是否能够认能够认同它是主升段呢？是不是？好，出生回撤主升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可以接受吗？ 可以哈、哦，两百八十八，好来，好不重重复一次，出生段走完回撤长均线天域，你可以接受它未来的涨势叫做主升段吗？可以吗？OK 哈、哦，好，七十四帕，懂了没？好，再来，好不这是金红，好，出生段走完回撤长均线，回撤月台的这个支撑。 下一次的涨势，它就叫做主升段，好不好？可否接受？四十九趴，再来哈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尾权店，第一段涨完回撤长均线，下一段涨势，它就是主升段，好不可否接受？可以吗？懂哈？好，投不你看，你看过以以上的四档股票了、哦，这就是主升段的样貌，那这就是主升段的模型，也就是说，从今而后。 你把你的投资生活完全锁定在只做这种股票，那请问你是否认同？就是散户的康庄大道，懂我意思吗？OK 了哈，来哈，来好，啊，这这是我的呃这个 I 我的粉丝团的 ID 哈，小老鼠 Win 五八八九九，好，你可以搜寻 ID 或者是扫描 Q R code 的方式呢，成为我的粉丝，我会一直不厌其烦的重复性的好。 把跟你分享，分享到你认同主身段是散户的康庄大道为止。啊，这是我的 YouTube 解盘平解盘频道哦，哈，江国忠分析师，摩尔投顾，点股成金，好，请各位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，投票来哈？这是我在五月十号讲的，大盘还没落底，我先讲哈，财富重分配的机会有没有？好，黑天鹅，我说它不是黑天鹅。 跟经济景气衰退无关的利空，它就不是黑天鹅，它叫做毛毛虫，有没有？一五一五九啊？今天多少？今天一千呀、啊，一万七千一百多点啊？是不是？好，那五月十七号是低点，我说过不要怕的话，跟今天一样，好不好？跟今天一样跌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它是个机会。好，不要因为每次跌就伴随恐慌，因为有恐慌就害怕，不行啊！你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。 你要跟跟全部的啊大部分的散户不一样，你才能够脱颖而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下去，怎么上来，这是我的看法。好，据实以告，好，懂吧？是不是？我认为有可能重演去年历史。去年历史是什么？是黑 K 嘛？黑 K 带下影线，可能是红 K，所以我先画了。我在一万六千点先画红 K 的，至少一千点，是不是？啊？请问事后是不是验证了？ 是完全完全的百分之百的验证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通通是人讲的话，你自己回想哦。就是因为当初的低点指标的低档，我们勇敢，我们没有从众，我们没有像散户这样子随便乱杀，然后呢，反而掌握了低档的买点。所以呢，你投到四个礼拜，四个礼拜的时间，好天域、敦泰、普成，你看到了，好啊、呃，这个飞鸿、金鸿、千金光，你也看到了、啊。 昨天我们买的一进联发科，今天也能够轻松的获利短出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自己把握机会哈。好，我今得另外一个呃呃另外一个重头戏呢，请你认真听哈，认真听哦。好，这是我的雪球股，就是说这是长线的长辈股。好，我们已经赚四十块二十三块，然后呢，它又它又创了新高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档今天盘是跌九十八点，它涨三块钱。好，那我下个礼拜这一档雪球股一号。 我会请新进会员、旧会员同步再买一次。为什么？待会我一说，大盘正在构筑很漂亮的右肩的形态。好，过来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二档雪雪球股，EPS 会暴冲成长八倍。五月二十号邀请，好，邀请后呢，好，最高赚一百张，赚九百二十万。那前天公布的五月营收果然创历史新高，我前天。 本来设低的要买，我认为有个价格是甜点价，可是它差六块钱没有来，它差了六块钱没有来，有点可惜哈。那无所谓，那下礼拜一样哈，我会找个点，我一定会加码，因为我当初说我要买三次，我现在为止只有买两次，我在等第三次的拉回价格，它没有来，没有来，我们退而求其次，把甜点价往上提高一些，我下礼拜。 一定会出手，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长线长辈股雪球一号跟二号下周一定会出手，好，请会员留意讯息了哈。来，就是说这两档雪球股呢，长线长辈股，我们都各买两次，还有第三次，我们认为下礼拜会有非常好的加码点。好，你你如果你要跟上，你有兴趣跟上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，就是准备好了哈、啊，全部都准备好了，我一定通通讲在前面。好，来，好 on。 好，这个是一四九零的投票你回想一下，今年的一月四号，全台湾有谁告诉你他会涨到一万七？一六九十九，我在一万四千九百点说一六九十九会来，那后面验证了一万七来了，是不是？OK 哈，来，好，呃，股灾的拉回，疫情本土疫情当然造成短线上一举的卖压全部宣泄。 它所造成的是什么？是打回半年线以下的机会。我说过，这个头发你看哦，头保，待会我会讲这个今天的右肩，头保，你自己回想一下哈。先来做个呃演练，做个预习哈，来，头保，是不是因为跌？因为跌指标才会在低档。这一次是是因为跌？因为本土疫情的利空，才有办法让指标在低档。 那因为跌跌一定伴随恐慌，所以听清楚了，指标的低档一定等于恐慌，懂我意思吗？你你你都很清楚，买指标低档你会赢，也就是说买恐慌你会赢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当初啊，买恐慌的地方，你后面大赢啦、啊，你已经验证啦、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是不是？好，筹码交换，融资的减幅。 大幅超越的指数的跌幅，所以这是超跌。超跌是交换筹码的绝佳时机。你的人生几有几次有这个跳楼大拍大拍卖的发展机会？后面完全验证一五一五九啊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连中继月台我都讲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够清楚吧？好来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来了，是不是如我昨天、前天画的一模一样？这里是左肩。 这是低点啊，这里是右肩形态，我是 baby 来了，有哈、哦，好，也就是说预告中的 baby 来了，那你务必把握，对不？为什么你要把握？为了这个机会，而且我认为这个机会会稍纵即逝。好，来，宝宝，你注意听了哈，来，你看当初的低点，当初的低点是不是在低档？回想一下哈，一是不是因为跌？因为跌让 K 直在低档形成背离嘛？因为跌，所以有低档。 那、啊、因为跌是不是也也会有恐慌？所以这个低档一定是等于恐慌。那你都知道的哦，买低档会赢哦，就是说趁恐慌敢买的人会赢啊，懂我意思吗？不是等市场兴奋才追的人会赢啊，懂吗？想清楚，想清楚，就是说今天一模一样啊，他说把握低档啊，他如果今天没有拉回，他今天没有成出现这个杯柄，他不可能有低档。 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来，我用电脑图给各位做做说明哈、哦。为何下周涨三十六点？好不好？来，你看到、哦、今天，今天收一四一四七，好的吧？这边三条这个黄色的没有？黄色的是什么？主力成本图。好，那这个主力成本的最高值在哪里？最高值在哪里？在一七一八三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这个是小压力？好，也就是说下礼拜。 涨三十七点，一七一四七加三十七点得多少？等于是，一七一八四。当你看到一七一八四，它是不是所有均线都踩在脚下啊？那这样子，我跟各位预告三天的杯柄的理论，它所要出现杯柄的原因，是因为要做什么？做这个头肩底的形态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完全的成立了。 它一旦成立，它就是喷出的走势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拉回肯定是买点来，然后再重复一次好、哦、不好？当初这个跌是不是因为跌嘛？哈，因为有这个跌，好，因为它有这个拉回，才有指标低档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啊，因为今天的拉回，因为今天的拉回，指么才就就会到低档嘛，同意思吗？每次的跌。 伴随指标低档，它收是个机会，所以请各位务必趁恐慌买，趁跌买，懂意思了哈。也就是说，刚解释过了，下礼拜呢哈，只要涨三十六点，它会主力成本呢会变成什么？大小同多，懂什么白话文哦？大主力牵着小主力的手同步走多，那你认不认为后面会喷？而且你看到了头肩底了，好的吧？这是加权，好，请各位看一张图哦，好不好？认张大眼睛。 张大眼睛，好，这个是谁？刚刚看的是什么？是加权对不对？好的吧？你看这个电子好，不吧好？哇塞！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啊、哦，叫做哇塞！好来哈、哦、，OK，好,好，我来一样哈、哦？这里是左肩，这里是底部，这里是右肩形态，对吧？有没有很明确？然后看低档，看指标，指标低档的话，它比大盘更低一些好不好，对吧？ 然后呢，同们，你注意看哦，今天尾盘的拉抬有没有看到？你有们有看到什么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什么？这个是金叉的雏形了，好不好？勾勾勾勾起来，对不对？它准备要金叉，就说这个垫子哈，随时它都会形成一个三呃头肩底形态之后呢，而且你可以可以轻松的画一画一个什么，画一个大的三角收敛，好不好？ 当他下礼拜形成一个突破点，那就头肩底成立，伴随三角突破，那这个盘怎么可能不喷呢？懂我意思吗？我讲的够清楚了哈。所以，好不我今天在啊 Telegram，在赖生活圈各位讲什么？散户看到的都是涨跌，因为涨跌伴随着情绪，那有情绪就会追高杀低，那是完全错误的。你必须苦练。 你必须透过练习哈来来来，另外来，投资者来看这个台积电是吧？一模一样啊，是不是很漂亮的头肩底？懂哈？好，所以呢，我应该把我认为我应该把我要讲的全部讲完了，剩下的，是你要呃，你是否要成为赢家的企图心了？懂我意思吗？看你是要现在趁回撤右肩赶紧布局，还是等喷出才追？两种人，输家跟赢家。 摆在你前面，让你自己选了，懂意思哈？所以请各位把握哈，震荡是给你把握的。我先讲的换手，换手，换手，台北股市会喷更凶。然后另外，学习是最赚钱的投资。我昨天晚上呢，哈，写了一个临时的战报给会员看，哈，里面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分析的点位，我都会在技术技术班，哈，跟会会员分享。就是说，只要你是我的会员。 我会有技术班，陆陆续续会啊，这个呃，目前是有这个三级哈，未来会有四五六七八级。我会把我会的透过技术班完全跟会员分享，哈，让训练你，哈。技术的分析，哈，这个特别是什么心态的调整。股市永远存在什么二八法则？那为何八成人负责输？因为他涨会兴奋呢、啊、那八成的输家涨都是兴奋。 跌都是恐慌，所以你必须脱颖而出，你必须想办法透过这个技术班，让你自己的心态跟散户不一样。这个没有办法一系之间，你你就可以练成，只能透过什么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学习，你一次成功，两次成功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原来就是赢家的气质跟风范。 懂了哈，所以请各位把握哈。然后另外呢，好跟各位讲的这个这个呃下半段的呃这个重头戏哈，好不好？主升段，我跟各位讲，很多人认同哈，我们只做主升段。他如果不是主升段，我不碰，这是我的坚持，这是我的坚持，好不好？我刚跟各位讲过了，今年初好不好跌四成呐、啊，一档股票跌四成四，江江老师你傻了，竟然说它是主升段，是不是？那这就是你需要的。 难道不是吗？你看不见未来嘛？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技术都会讲，未来是主升段，好吧？你自己看到了、啊75，赚七十五趴舍不得卖，后面赚两两百八十趴，赚二点八倍，是吧？每一档都是如此，铜也是啊，有没有这个华龙赚十四趴，我们今天出场哈，我们逢高都会出一半，另外一半呢，后面看市场的状况，我们今天决定把它获利出场。好，两次出华龙都。 这个赚钱包含大阳出掉之后呢，抽回资金，礼拜一再買再买新标股，好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要赚就赚主升段，好不好？这个很很重要。我相信我今天节目你从头到尾，周末有空的话，再重新多看几次主身段的样貌、主身段的模型、主身段的康庄大道，好，跟各位分享这个重点哈。所以呢，大声告诉我，大声告诉你自己。 我要赚，我就要赚主升段，把资金、把时间集中起来，锁定主升段。好，来的话这一档，各位重复一次哦。已经赚的，后来创新高了哈，已经才呃最高最高价来看的话，是赚赚了一百块钱。好，那今天早三快我们还没有买，下周一、二一定会买。第一档雪球股，那第二档呢？好，你看哦，当初讲的扣低值。 未来营收成长五到六倍，你自己看到了、啊、是不是一模一样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想看是不是赚一赚了一百块钱？下周准备买第三次，我今天公开的邀请，好，今天有标股九九的优惠，好来五月二十号公开邀请，好不好？公开邀请哦，公开请你来赚这一档 EPS 会暴冲八倍的股票，当天相信我的，当天立马相信我的，然后呢？ 赚了一百张，赚了九百二十万，然后五月营收果然创历史新高，好不？目前公布只有十八档，很好找，很好找哈，来，然后呢，下礼拜我们会买第三次，下礼拜我刚公告过了哈，我会再买第三次，今天也是最后的邀请哦，好，对不？来，这是普成一样哈，好不？呃，你不知道未来，我给你未来，未来的扣低，好，基础班都可以学，好不？ 技术班都可以学，我没有尝试。我把我的转折的技术完全百分之百跟会员分享。好，这是扣低转折，然后喷出赚五十九趴铺层，享受是不是扣低转折？啊，这样子赚了四百一十五块钱，好不好？长龙赚两层出光，好，他说天玉是不是？未来是你不可预知的，但是我绝对相信，只要你愿意学习。 你透过苦练，像我们一样啊，我们也不可能一招就成为赢家，对不对？都是经过不断的修炼、不断的苦练而来的。它是主升段，它是主升段的买点，好不二四七呀，两百四十七的天域碰到哪里？碰到三四三，买两次是多买齐涨，好不好？买齐涨很重要哦，买齐涨很重要，好不真的，我每我每天讲，呃，这个专呃这个,呃這個有有只做主升，专攻齐涨，有没有？只做主升段。 专攻其长，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了，我认为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来要赚就赚主升段，好不好？金奥科是不是扣低？扣低就喷出啊！今天还涨，对不对？今天還逆势涨哦，我认为它是第一轮啊，记忆体模组里面哈的龙头。好，来，我认为钱刚会过。来，这吨态一样啊，要买就买头一个主升里面嘛，什么第一名？这是产业面选股的精髓。 同一个产业股票很多，吧？买最强的，买基本面最强那一只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吨态一样啊。当初的扣低值，扣低值，好不好？扣低值之前扣低值喷到不要不要的，然后呢，它扣高值就回了。所以扣低一定是机会，扣低它一定是机会。我公开讲，我当天买，我当天讲一七六，好，一七六呢，好喷到喷到喷到多少钱？好，喷到了二两百四十块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三十三十七趴。 赚了六十六块钱，是不是够清楚、够精彩？赢家就是这样子啊，成为赢家的，好吧，金星科，每档都是如此，好吧，是不是？先进光，好，先进光头，我投资票，我认为下半下半年一整个下半年了，现在才六月六月初，对不对？下半年一整个下半年，这个族群停太久了，他休息十三周的时间，对吧？十三周的时间。 十三周可以让筹码沉淀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，但是因为它过去修正十三周，所以散户绝对不会相信它是主流。所以我提早事先讲，车用影像是不是两成二了？我认为它是下半年的大主流，包含了飞鸿，这样子赚两成的。 这是下半年的大主流，听我的好、啊，来，再来金红，它其实不只是呃、啊、这个电子纸，它也有车用的相关。好，投保是不是主身段？主身段投保，再一次哈、哦，主身段的样貌，主身段的模型，它可以复制主身段的康庄大道，有没有？必买必备条件，只买这种，好不好？只买这一种，只买这一种。 当初的金红只买这一种，赚到五六点七。我会员标股会员人数最多的会员买金红，买五六点七。好，你自己看到了，今天八十四块五啊，五十六赚到八十四。那你认为主升段是不是你能够选择学习？然后呢，从今而后踏入的康庄大道，是不是答案很清楚？答案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好。 维权店，有没有？我昨天才讲了，MCU 它已经够强了，它不止 MCU 哈、啊，新塘是纯的 MCU 哈、啊，它不止 MCU，它的电源管的 IC，它的 PD，全球市占率提高到七成，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啊，就是主身段必备的产业的优势啊，高成长的优势啊，主身段的底气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逆势喷出，有没有？前高也会过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来来，投资不 不要听我讲说前高会过就自己乱乱自己乱追，我讲过买齐涨，买齐涨这个很重要。你如果不是买齐涨，你很容易被谁被狠心的主力修理，这是千古不灭的定律。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哈、啊，来，联发科也是，我认为前高会过哈、啊。来，我昨天说什么？欧美解封了话美国人、欧洲人被关了一年半的时间。 终于打完疫苗之后可以放出来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出去玩啊，出去玩要怎么样？穿成呃，这个要穿得很漂亮啊，是不是？报复性消费股、纺织股嘛，是不是？我这个我们我们我们会来回做哈、哦，来，就是昨天一九点四，特别会员买一进啊，昨天涨停，今天喷出，差一档又涨停十三趴。他们是不是？谁说大盘跌不能赚钱？ 昨天昨天公开讲买一进，今天十三趴出了一半，趁涨出，趁盘中往上出量极大的时候卖给最高者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你必须学习的短线操作的技巧喽。好，好不好？这是连发，除了连发，是不是今天这样赚八趴？一样趁涨出，然后呢，资金抽回来准备礼拜一的标股，准备买。 准备布局下周一的标股，好不好？讲得够清楚、够直白。我的节目的特色就是如此，是不是？所以坚持主升吧，主升段有其样貌，主升段是种模型。既然是模型，它是可以轻易复制的。但是你要懂，但是你要相信，但是你要肯可。这个肯愿意放下你的多空情节，趁大盘拉回的时候，买在散户最恐慌的拉回点，那才是赢家的做法。好。 坚持主升段有没有挡挡获利呀、啊？好，请各位把握哈。那这一档我们讲的许多一号呢，下周会加嘛？最后一次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了，这档 EPS 会暴冲八倍，年底来验证，年底哦，今年底、明年初来验证它的 EPS 是否暴冲八倍，这是第一手讯息。OK 哈，然后呢，我们买两次已经成功大赚之后呢，下周也准备买第三次，所以今天你务必完成完成报名，好，你今天务必要完成报名哈。 趁它回，好不好？拉回是机会，拉回才是机会。等喷出去追股票，谁不会啊？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你需要我的地方哈、哦。啊，新会员持股会帮你做诊断跟转换，来坚持主升专攻起涨，这是我的特色，这是我的做法，这是我坚持的做法，坚持只做主升段，然后专买起涨。 把这两件事情做好，我认为你会步入你股市人生的康庄大道。讲真的，哈，你可以透过来 at 留言加一六八，或者是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跟我们做联络，哈。全新全新主升段下周会推会会这个推出，那也因为我认为这是个 baby 形态，这是一个头肩底的右肩形态，我认为这个右肩很快就会结束了。 机会会稍纵即逝，所以特别推出这个标股九九的优惠。今天今天直到今天直到今天，好，请各位积极的把握机会，祝各位操盘顺利，拜拜。摩尔证券投顾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。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